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杰的异想世界。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来介绍，这是我主持这个广播节目来碰过，其实算是相当特殊的一位。他跟我有非常非常深的缘分，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熟。哎，你看这个厉害吧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很多年前，我不能讲小时候哈，应该是他小时候演戏我就在看了啊。那么而且呢，这个在他的人生当中呢，大家看到他的演技，看他的表现等等，我自己个人非常好奇，因为我当我念出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了。好，今天范瑞杰要来访问范瑞君。哎，瑞君好。瑞杰大哥好。是是是是是是是，我不能讲，我不能讲我，对对，我不能讲我从小看你了。演戏了哈，对对 对，我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对，但是我是从小开始演戏了。对对对，你是从小开始演戏，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范瑞君是一个舞台剧，如果讲的话，你的身份，你最核心的身份应该叫做舞台剧演员，这样对吗？没错没错，还是八点档。就是、我本身大学学的就是剧场，对，还是对，一直都是以舞台剧演员为自居，自居对不对？还是说我们讲说你演另外一个身份是八点档街头巷吻谈论之话题人物，这样可以吗？也都可以，对。我基本上就是那个，你知道，就是剧场啊，然后影视，然后各方面都非常的健全的一位女演员。四肢健全的意思嘛，哈，是不是？嗯，好。对对，没错，就这样。就这样嘛，对，好。那现在范瑞君也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导演，对不对？啊、哦，哎，是的，是的，对对对对。你有没有困扰？有人叫你范导吗？有哎、欸，现在开始有哎、欸，然后而且因为我这两年也在大学教课，所以像比如说，反而我在八点档的剧组里面，大家都叫我范老师，现在就是、哦、多重身份，就斜杠人生嘛，现在是一个斜杠的社会。对对对对对，你知道我因为我们都姓范嘛 ，OK， 嗯，那我也导过一些东西嘛哈，所以你就叫我范导、嗯。那我想，终于我今天碰到另外一个范导，那我可以告诉你。嗯，你应该遭受到我的困扰，因为大很多。因为呢，人家每次叫我范导，我说我其实最痛恨人家叫我范导。为什么？因为范导爱吗？对，这样我就听起来像范导爱的哥哥，好吧？那你会啊？我觉得蛮好的，传奇人物这样。哈哈，对啊，没有关系，这种笑话只能我跟你讲啊。没错，没错。这个范瑞君，大家其实看他都是一个，我可以讲你是个乖乖牌嘛，你好像，其实我是、欸，你没有闹过什么绯闻嘛，对不对？啊，没有没有，你也没有跟什么，人生也蛮乖的，有点现在有点懊恼，有点乖嘛，对不对？讲人生有点乖，你身上有刺青吗？没有，没有，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刺青也不叫叛逆啊，没有嘛，我就说我随便讲点东西嘛，随便嘛。Okay, 好，你好像你没有染了一头什么怪力的头发，你也没有穿低胸高叉那个镂空露花，什么爆乳装什么的这些也没有。哎、欸，你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好像在观众就想说啊，糟糕，乖乖牌会不会就不听了这样？不会不会不会，但他们都知道我的习惯。因为现在你知道网络世代，大家就是要有一些那种就是非常的新奇，或者是要露乳啊，穿的很少啊，这样子才可以。你的年纪好像也不太适合哈、啊，对不对哈？已经过这样子好不好？我这眼睛看的年纪28岁而已。眼睛看的年纪好，范瑞君呢？大家对他的过往，其实因为他没有在这个很那个劲爆的新闻，可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个部分。范瑞君从小是一个、可以说是妈妈单独抚养你长大，因为父亲早逝嘛，对不对？好，对，他很早就离开了。嗯，几岁？所以我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几岁？没有，因为我妈妈他们也很早就分开了，然后再加上后来我爸爸也比较早逝。哦，是先分开再早逝。对对对、嗯、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妈妈带大的小孩。你的记忆中爸爸是停留在几岁的时候？大概小学2-3年级这种。所以妈妈一个人把你抚养长大。是的。没有再嫁。没有没有，因为我妈妈怕我被欺负。OK， 妈妈也只有你这个女儿。妈妈这样担心是非常辛苦。对，也只有你这个女儿。对，
只有我一个小孩，所以妈妈很有钱咯。也没有没有，我妈妈非常辛苦。我妈妈以前她是在银行做事，所以她就是对钱有概念，她就是非常的会，比如说会养会啊，然后就是真的就是靠比如说玩点小股票干嘛的，然后把我养大。所以基本上我一毕业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要开始进入市场工作，因为就要换我养家。哦 ，OK， 嗯，对。那所以你小时候妈妈一定会对你做很多的教育，瑞君啊，长大以后要这个，要怎样，要做什么，要干什么，对不对？啊，很严格的把你。没有哎、欸。啊。我妈妈，我一直在回想我妈妈到底那个干嘛了。哎、欸，你妈妈，你妈妈跟我说要干嘛要干嘛、欸。你妈妈怎么平常怎么叫你？小名是什么？我的小名叫 NONO。NONO？ 对 ，NONO。嗯 ，NONO。对，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们说我妈也就没什么、啊，就妮妮 NONO 很可爱啊，这样。所以我的小名叫 NONO、哦。对，你小名叫 NONO，、嗯、你妈妈到现在还会叫你 NONO 吗？比较少了，现在真的比较少了。现在叫你什么？就是真的，对，就叫也没叫名字哎、欸。我妈妈是那种讲电话，比如我说哎。欸讲完以后，我妈妈就自己就挂掉，连再见都不说的、欸。啊、哦，我懂了，妈妈都是这样子。对，就是没有进入点，也没有那种什么。对对对对对。离开点，就是你知道。对对对。在剧场上，这很可怕，没有 Q 点。OK。对，没有没有，对他就是这样无声无息的进来了，无声无息的就走掉了，对不对 ？OK。对。范瑞君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娘，好不好？对，非常特殊的娘，你想想好怪，尤其我自己当妈妈以后，对，我真的觉得她好怪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话说当年。好，待会儿见。好 ，I like 103，I like radio。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异想世界。我们今天访问我们知名的演员，舞台剧的这个资深的演员范瑞君。我是范瑞杰，访问范瑞君，这是历史性的访问，好吧？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好，范瑞君有一个很特殊的妈妈，妈妈独自把他带大，妈妈在小时候这个跟父亲离开，父亲过来找事，他也没有再嫁，因为怕人家欺负这个小诺诺，对不对？嗯，对、哦。然后呢？但是你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丫头啊？很乖，我觉得很安静哎、欸，你安静啊、哦，对我妈妈的朋友都说我小时候非常的乖。然后比如说我跟大家一起出去，我就反正我印象中就是我就是看着我的碗前面，然后就是吃东西。我家是那种他们连我小时候连瓜子都没有嗑过，他们会帮我把那个瓜子壳都除掉，然后就直接给我，然后把菜都夹到我的碗里面，我就会乖乖把它吃掉的小孩。瓜子菜夹你面前就算了，瓜子帮你磕，对他们就会帮我把壳都弄好，然后就放在我面前，然后我就乖乖的把它吃掉。所以那我妈的朋友对我的印象就是我很乖，比如说有时候大家吃完了，小孩子不是无聊的就会乱跑嘛，我也不会，就是反正我就该睡觉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睡觉。嗯，你这么乖乖乖乖的小孩，妈妈基本上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事情应该妈妈有很多意见吧，比如说求学啦、就职啦、婚姻啦等等的事情。其实真的没有哎、欸，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印象中就蛮安静，然后我妈妈比如说在忙或干嘛，我就会自己看电视剧，然后我妈妈就会说好好笑，那时候小小的我就是会自己看电视剧笑，然后自己在那边哭，所以其实我那样子的个性，我后来国中参加话剧社，然后高中啊参加相声比赛、演讲比赛，就是得第一名干嘛，我妈妈都有点讶异，我妈是说啊你会表演。然后后来我自己决定要去念大学，就是去念我是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的啦，然后我妈妈也有点讶异，就是说哦你要去念那个，可是她那时候其实想法就是说啊，反正你女生嘛，你想干嘛就干嘛。她也没想说我会真的就进入这个行业。妈妈有没有告诉你将来要嫁给什么样的男生？叫做婚姻指南？从来没有。我跟你讲，我长大以后听到我同年龄的朋友说，他们的妈妈有时候小时候会跟他们讲说，千万不可以那种嫁给就是那种比如说会赌博啊，
会干嘛干嘛干嘛的，然后或者是说一定要嫁给那种有房有车的人，然后或者是说甚至于有些人会他的爸妈妈会跟他讲说啊，千万将来结婚不要跟婆婆一起住。我就心想说哈，你们的妈妈会跟你们说这个？然后我就跑回去跟我妈讲说，哎妈，我的朋友他们的那个妈妈小时候都会跟他们讲什么择偶条件，会教他们，哎、欸，你从来没有讲过哎、欸。然后我妈妈还说，嗯啊，我讲的你会听吗？你会听吗？你不是从小就很乖吗？对啊，很奇怪，可是他就不，他就觉得那个是，就是你知道，女生长大了，你自己会选择，你会遇到你自己喜欢的对象。对啊，很奇怪啊，我又不是叛逆的小孩哎、欸。可是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有没有去？那很多人，你有没有去验过 DNA？ 你是不是你妈生的？我深深怀疑，真的是。然后她就是从来也不叨念我，然后甚至于就是我以前就是刚毕业，我不是说我毕业以后其实我就应该有责任，因为妈妈年纪也慢慢大了嘛，应该换我要养家。是啊。然后偏偏就是我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是环游世界，所以我在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去报考了空姐，然后也很幸运考上。嗯。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我真的是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其实还蛮开心，就是我可以做一个比较稳当收入的工作。可是在当课我真的感受不到哦，我那时候去当空姐去受训的时候，我妈妈也说哇好棒哦。然后我去受训，因为受训其实不用钱，可是当真的受训到一半要签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冷静的思考，到底我的未来想要做什么。受训去考空姐也不是妈妈叫你去的，都你自己决定，是，对不对？对，因为我小时候自己有个梦想，想要环游世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毕业我也是要去考考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觉得空姐就可以环游世界嘛，对不对？然后加上空姐的薪水也不错，又穿得光鲜亮丽。那本来范瑞君不会走向于舞台剧的专业演员，他可能会走向于座舱长。对不对啊？对，搞不好，对不对？然后，可是我在受训的过程当中，哎，你那时候考上航空公司，你说你考上几家？我考上华航跟长荣。你华航、长荣都考上了？对啊。就你去哪一个地方受训？我后来去华航。你去华航受训，你受训到一半？对，我受训到一半就不玩了，我都坐下来了，就不玩了。对，因为那时候要签约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要对自己的人生，我要想清楚我到底想要什么。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当空姐就是稳定嘛，然后你也好像可以预期，就是说哦，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其实那个时候你说我做舞台剧演员，我其实是一片茫然的，你不太知道那个就是你无法计划，你知道演员是被选择，对，你是被选择，对，所以就是，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那时候你也没有做自己真正想做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什么自媒体啦、网红啦，对不对？没有，你也不能说我想圆一个空姐梦，我就在我自己找人家，我们就拍一系列的空姐的段子来玩，对不对？也不能，没办法，也不能，完全没有办法，是不是？那听起来这个做世俗的逻辑来看，去华航当空姐，而且你已经考上了。一个月出来，也是你希望的，然后呢？对，就你到底那个当下，范瑞君在那个当下，突然之间就像那个你知道吗？电影里面演的情节一样，突然之间他就不做了，不做空姐，他走向一个未知，而且充满了许许多多不可确定性的舞台剧的演员，他心中有另外一个梦想在敲响他。其实两个梦想左右为难，但是妈妈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聊。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异想世界。如果你有一个女儿，就叫范瑞君这样子哈，在当年，她跟你讲说：“妈，我很想去当空姐。”妈，我告诉你，我考上两家了，华航跟长荣都录取我了。妈，那个我决定去选了华航，那我去受训。然后果然，妈，我告诉你，我不要做空姐了，我要去演戏。你不是这种人吗？你就是这种人嘛，对不对？对。那你娘呢？你娘说啊，好，没有，我妈什么都没有说，我妈就说哦，你想清楚就好。天哪，你的妈在人生的过程中，她没给你下指导棋吗？哪一个妈不这样做呢？哪个妈不会放？除非不是亲生的 ，OK？
而且我跟你讲，而且我知道他其实有点点希望我就是能够做空姐，还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哦，他当时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想的很简单，我那时候就只想一件事情，就是想说我的人生我要自己负责，所以我起码要做一个我最想做的事情。那我就不懂了，你本来就很想去做空姐啊，那另外一个舞台剧又是让你不确定，很多东西被选择，你那时候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大红大紫的演员，对不对？又不是说有一堆导演嘛捧了一个什么剧本在你面前，拜托大牌范大牌，对不对？来演一下嘛，也不是嘛，你到底那天在想什么？我跟你讲，我在受训的过程当然也跟大家就是处得非常好，非常的愉快。可是因为那个我其他的那些同事们，考上的同事们都是就是大学应届毕业生，然后他们眼睛啊有一种亮晶晶的那种，你知道刚毕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我觉得志气，就是那种好像很就是标准的新鲜人，社会新鲜人。可是你知道我们学戏剧的哦，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开玩笑说比较早熟，就可能因为戏剧接触很多角色的人生。然后我在那个过程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好想念，好想念，就是我自己的同学，还有剧场里面的伙伴。嗯，所以人家说物以类聚嘛，就是说你其实很想念那群，所以你跟他们，你刚那些稚气的女孩讲话的时候，跟在剧场里面碰到那些编剧啊、导演啊、其他的演员。那当然怎么比呢，对不对？就是没有，应该讲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个性的趋性，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这边会很自在，那我在那个状况之下，我尤其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我好想念谁，那你就知道你心的所向，心之所向是在哪边。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起码要对自己负责任，那个责任是我起码要做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从这件事就看出来范瑞君这个的妈妈范妈妈对这个女儿可以说是无为而治，对不对？嗯，无为而治，她就这样长大了，对不对？我妈妈真的是事隔很多年，有一天她跟我讲说，哎呀，做空姐真的很辛苦啊，就是就是你知道其实空姐真的很辛苦，她也是高危险区嘛，然后她就说也好啦，就是起码你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要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做那么辛苦的事又不是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她会很内疚。我才知道说啊，原来你那个时候那么希望我继续当空姐哦，我当客真的没感觉哦。那你妈妈不是，你妈妈是很想坐你服务的那班飞机，拿到亲属只有10%的那个优惠券，出国旅游的时候觉得很开心。OK， 但又不好意思说。哎、hey ，对了对了对了，那我请问你一下，来来来，你妈妈第一次看你演戏时候有没有什么反应？我其实不太知道哎、欸，她。我跟你讲，像我大学有很多很多的呈现，那很多我的同学们他们的父母就是只要有公开呈现就会来哦。对啊，然后我妈妈是会问我说你演什么呢，你觉得好看吗？是啊，哇塞，所以我几乎大学的呈现他都没有来看过。那因为我要确定好看很有自信我才会邀请我妈妈来。哦，可以，好，你她到现在还是哦，就是比如说我演出干嘛的，然后他就会说你演什么东西好看吗，然后我就好看的，我觉得很适合他，我很有自信的，然后我才会邀请他来。他对你的演技有没有什么评论？他对我的演技，他就是我做什么他都觉得超棒啊。这个吗？他就是觉得很棒啊，这个吗？好，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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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全不是，不过这是事实啊。他完全不是一个戏啊！谢谢谢谢，没错没错没错。妈妈对女儿的了解，挑剔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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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有跟别人夸耀吗？好像没有、欸，也没有。对，我妈妈这方面比较保守，这个、妈妈就觉得说夸耀人家夸，那人自己一直夸啊，是所以好。那所以范瑞君后来结婚了啊，这个他的先生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京剧演员，对不对？对啊，是，对，对不对？戴立言到底跟戴立人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跟戴立刚有没有关系啊？也没有关系。你把他们三个凑在一起，这样可不可以啊？好吧，也我觉得非常好，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三个凑在一起适合男生的名字嘛，或者对不对？三个人凑在一起演一出戏，你觉得怎么？你当导演，你觉得怎么样？
那会非常精彩，可是有些人可能已经请不动这样子。哦哈哈，啊，我懂，我懂，我懂，好了，好，我懂，我懂，尽在不言中。我讲，绝对是你讲的，绝对是自己的老公了，好不好？这样子啊，对对对，老公也请不动啊，都请不动嘛，对不对？好，对，因为有一次我很想找范冰冰、李冰冰跟范冰冰三个人来演个冰冰冰果式，这样子哈，嗯。对，超酷，超酷，可是也请不动，我知道啊，就自己想想就开心了。好，那范瑞金呢也结婚了，然后也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啊，现在一个几岁了？最大几老大几岁了？一个国一，一个小四。OK， 两个女儿，对不对？好，所以她也结婚了，也做了妈妈了。那这个妈妈，这个范妈妈对范瑞君的教导，到底有没有沉传下去，无为而治到范瑞君的这个女儿身上呢？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来继续来追问啊。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欢迎你回到范可卿的范瑞杰访问范瑞君的异想世界，好不好？好，来，好绕口，对对对对，好。哎，那个你老公小你六岁，对不对？好，嗯，对。那妈妈对于你嫁给一个小你六岁的人，应该也没意见吧？对不对？照前也没有意见，照前情提要的话，我喜欢就好。对，对我，可是我这边我要先稍微帮我妈妈说一句话，很多人听到这边可能会以为说我妈妈是不是很忙啊，然后就是没空管我那种。错哦，我妈妈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她是一直在我身边的哦。就是，但除了管你之外，什么都做。对，她并不是那种说什么就是有些父母是很上一代很忙，所以没空管她，并不是这种的哦。她是连我的朋友是谁谁谁，她都非常熟的。但是她就是，然后所以我几乎没有叛逆期。因为我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都会讲，然后我的什么好朋友妈妈都会从我的话语当中呱呱的都会知道。所以你刚开始跟你老公交往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对对对，你就会跟他讲，你怎么讲的你记得吗？不见，然后年代有点久远了，反正我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跟他讲说，哎，他比我小。嗯，然后我妈也是说，哦，是哦。嗯，我觉得你妈好酷哦，你妈永远都不会下判断的，她不下决定的，对，不会下指导棋。可是我妈妈其实某种程度很保守，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她很多想法都很新潮。像比如说我算是比较晚婚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心智比较幼稚，比较孩子气，所以也没想要结婚。可我妈妈都会觉得说，哦，没有关系啊，这个时代了，你不结婚，你好好活也很好，你不想生小孩也蛮好的。但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觉得我人生做的最对的决定就是生你。哎呀，我觉得我妈妈，你知道，双鱼座的，你知道，太厉害，穷很穷摇，对。是不是？对，他就是很浪漫这样。很浪漫 ，OK。所以你当时跟他讲，妈妈，我认识一个男孩，他比我小。对不对？啊，随便都可以啊，你快乐就好啦，对不对？对，大小又不重要，年龄不是距离，对啊，嗯，体重不是压力，对不对？该是渣男一定是渣男，我管他几岁，对不对？不会啦，他应该还是会看，就是可能我就是我自己在想啦，就是可能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也在看，可是因为我就乖乖的嘛，所以他大概也觉得没什么好想。那人家说丈，那你说我择偶，他也觉得嗯，对方乖乖的。那我们说那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有发生在你妈妈身上吗？我妈妈很疼我老公啊，嗯，我妈有时候还会讲说，连那个我妈妈的朋友都会说，哎呀，去找这样子的老公，这么疼小孩，这么照顾家里。我妈妈都会私底下跟我讲，对哦。然后我妈妈唯一有提醒我，哦，我突然间想到，我妈妈有提醒我什么了？我妈妈唯一有提醒我说，因为老公比较小，所以你自己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变成黄脸婆。哦，就保养，对不对啊？对对对，她大概就是提醒这种俗话说。可是我人生想要干嘛，就是重大决定。俗话说，妈妈的意思就是，记得要保养，你就是老样子。不保养，你就是样子老，这样懂了吗？对对，是不是？对，妈妈是在提醒你这件事，对不对？嗯，好，嗯，所以你也大人家六岁，所以你要自己啊，又生了两个孩子，哈，啊，是吧？对啊，是不是啊，嗯？他大概就唯一会提醒这种小事情，OK， 你看起来还没关系，你看起来还是二三十出头的样子，可以吗？啊，没问题，28
28，好，没办法，你今天没有到现场，没有关系，我们透过电话连线 ，OK， 嗯，好，没问题，来，你这两个女儿，你应该用你妈妈的方法来教育她们，是吧？完全不是，我他们现在我已经自己自觉，而且蛮讨厌自己，就是觉得有点啰嗦了。我变成一个有点啰嗦的妈，而且甚至于啊，我就是因为当了妈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回想，那我自己的妈妈呢？然后我才发现，对耶，我妈妈好像也没有念我什么成绩干嘛的耶。嗯。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我就说，你为什么？我印象中你也没有念过我成绩，也没有跟我什么小学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择偶条件应该怎么样，然后也没就是都没有讲什么诸如此类或者干嘛的。然后我妈就会觉得说，不会啊，你成绩也就还好啊，就 OK 啊。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她很奇妙。我后来的结论是，我觉得她的人生，她的性格比较懒。这个，他就是你这女人也不知道该知道妈妈一片苦心，用一种爱的教育把你抚养长大，最后落着一个懒字，好吧？你是说，也许她自己的那个手都已经快要捏破了，对，在忍，对，好吧？没有我回去问我妈，我妈也都是讲说，她说没有啊，你成绩就也还好啊，也没什么好念的、啊。妈妈也就是说，她不是要你什么望女成凤。然后要跟人家攀比，对不对？对，没有。你看，我后来念研究所，我工作了好几年。有一天，我突然间回去说：“妈，我想要去考研究所。”然后我妈也没有多说我什么，说：“可是那你工作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要养家了嘛，她都没有，她就只跟我讲说：“那你不要弄自己太累就好。”对，然后我就跑去念研究所了，就这样。你跟你妈妈，你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吗？现在没有。嗯，对，然后他就是自己，然后他自己也朋友很多啦，所以就是我就说这是小孩的福报，就是说，你知道妈妈有自己的生活圈，有朋友。OK。对。所以他也不会像他也不会是一个外婆下指导棋到你的女儿身上嘛，对不对？也没有，一定不可能了。不会，一定不可能了，对不对？唯一就是他一直会偷渡啦，偷渡，比如说。糖果啊，汽水啊，这种东西来给女儿吃。对对对，然后我如果有意见的话，她就会讲说：“哎呀，有什么关系嘛？是不是？就是这就只有这几年，奶奶还可以给嘛？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样子。”然后她说：“你小的时候我也没有管过你吃这些啊，你还不是好好的？你不是好好的？你也不长大了，对不对？对啊，是不是？嗯。”唯一就是这个，他比较叛逆，就是照顾孙子，就是一直给糖啊。他比较任性了，他比较任性了，他想表达他的爱嘛，对不对？对对，他这就是他的逻辑啊，就是说他觉得越管越不好，越管越不好。嗯，好，来休息一下。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异想世界，这个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我要来跟。我的这个跟我那个应该缘分很深，叫范瑞君。对对，好，来，你的女儿觉得你是个什么妈？有没有评论过？我觉得他们现在他们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个啰嗦的妈。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也要。他们有直接讲吗？妈，你真是很啰嗦妈，你不要再唠叨念了好不好？妈，这我知道了。他也常这样讲吗？没有，他们现在就比如说我比如说我正想讲说你们要记得到学校去口罩，他就说好，我知道了，口罩要戴好，要洗手，不可以摸脸摸眼睛，就是这样。那你就知道你已经变成一个就是因为不放心，因为担心，然后啰里啰嗦的妈妈。那我觉得你小孩 EQ 很高啊，他让你放心啊，说妈妈我知道了，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他都记住了，他没有说啊你不要再念了啦，我对。可是打断你就代表知道，就是我已经讲太多次。打断你，那所以你觉得他应该静静的听完，听完你重复第100次的时候，他们也是静静的听完，是吗？这位范小姐，没有，因为范妈妈，我们也一直在学，就是说，我觉得在当妈妈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在学，然后你也不断的在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回馈当中，你就知道说，什么东西我们多了，嗯，可是。
我真的很难，我一直在揣摩我妈妈的心态，嗯，就是到底为什么可以就是忍住不讲，放得下，放得下，对对，你就放不下，就是因为女儿很乖。对之外，对，我懂，我懂，这些都是你天赋异禀，好不好、啊？妈妈根本不需要在你身上有过多的担心，你自然就能够茁壮长大，对不对？你自然就能够出类拔萃，对不对？啊、嗯哦，是不是、嗯？妈妈也没人教他嘛。你有外婆吗？嗯，你有跟外婆相处吗？比较少，我外婆也是比较安静的那一种。OK。所以你妈妈有学到外婆的方法，你没有这一代到你们家都断代了、啊、到你这一代就停止了。对啊，我不晓得哎、欸，我觉得真的要学，要学习某种就是，就不要一直叨叨念。然后，而且真的，我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就像我走的每一条路，我妈妈常常就会有时候在旁边讲说：“哇，原来你台语可以讲这么好哦。”哦，是哦。其实她明明是台湾人。Okay. 可是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时代，父母也很少会直接对我们讲台语。哇，那他尤其我们在台北，嗯、他一定很讶异台语讲这么好哈。对，然后他也会在过程当中，就是他常常会有一种就是哇哦啊，原来你会表演哦。哇哦，那范瑞君走上表演这条路，哇哦、就是对。那你台语是怎么学来的呢？我不知道，我觉得一定我多多少少有听过妈妈跟其他人讲台语啦。但是听得懂跟讲得很好，这是有差距的哦，对不对？但对，但我不晓得，但我就后来就快点接，快点接，快点接，天赋异禀，快点，天分 好吧，语言天才，快点接嘛！哎呀，这样子，我都已经挖一个这个给你一个台阶上，快接。哎、这样子，那有的时候不要自己夸。这点就像我妈妈说的，要对那个别人这样子啊，是对嘛，对嘛，对嘛，对嘛啊，所以对啦，那个这个现在这个刚刚过母亲节嘛，哈、啊，对不对？嗯，刚刚过母亲节，我们今天讲的是范瑞君这妈妈她自己一个女儿的故事哈、啊，从她你看、嗯，她也是从这么小的年纪，很早就出来。对不对？在这个剧场界里面，可以说是磨练了这么多年、嗯。现在当了导演，你是一个碎碎念的导演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呢？不会不会，因为我自己是演员出身的导演，所以我是非常信任演员的，而且我非常相信你给演员更大的空间，演员可以回馈给你更多。那当然我运气很好啦，就是我导的几出戏里面，就是演员本身都非常的优秀。那你知道演员优秀，我常常开玩笑说，导演就是可以躺着做。对，你看我们这次模仿阿嬷，那个郎祖筠啊，还有我自己的学生，还有郭哥、赵自强，你看这些人，哎，是不是这个让我们非常开心？导演是不是形同虚设 ，OK？ 这几个，你别这么说，我们还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是，你是你们是一样把线拉住，你们是一群导演在演戏啊！我靠。真的，真的，所以你说各自都，而且都是演员出身的，是，就是对，所以就是本身就可以非常的完善。因为那个导演就只要把那个线拉着，拉住就好了，对，就好了。嗯好，我们今天谢谢范瑞君，好，终于可以跟你在线上，谢谢，虽然没办法见到面，但是线上聊了一下，好。嗯，那祝福你全家，好不好？全家平安，一切在这里就是平安。也这个帮我代为问候范妈妈，好吧？这个奇女子，谢谢范大哥，谢谢，也祝福所有的真的奇女子，这真的这个成功人士背后必有一位成功的女人之外，还有一位成功的妈妈，很特殊的妈妈，真的很特殊。我现在回想起来，她好是真的，这样分析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啊？嗯，好。谢谢范瑞君，谢谢瑞君，谢谢，那我们下个小时见，拜拜。I like you.